基本上大家都在这方面是支持改善空气质素，同时间就有不同的关注，比如是关注一些是特别是一些接近基层的车主，他们方面因为这个计划之下的新计上的影响，所以这方面政府很有诚意是听到各方面的一个诉求和声音的，希望在整个计划里面包括特别补偿的微调可以平衡到大家的诉求。